快点呐！再弄了，哎，我来。喂，你不要删我其他东西啊，我还有其他客户啊，大哥。那你快找哪些跟我们有关？再弄了，再弄了。我看过撞车的视频，那辆车改装过，我问过同行，这种零件呢，一定要从外国订回来，全香港只有一家改装店可以进货。 谁问起来，一律说不知道，不许乱说话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你好，小姐，有什么能帮你的？我想改一辆车，用来跑山路。可以啊，什么型号？我上网搜给你看。喂，小姐，要不我们去那边坐下慢慢聊。喂，那女人是你们抬的，你把她炒了，别让她再查下去。 他是我上司，我怎么炒他呀？我不管，你必须帮我，不能让我代理知道。车表、油艇，要什么你说。最近没事少出来，有什么情况再通知你。那个 司机 怎么样？你找什么？ Slash 车上的卡是不是在你这儿？你还有多少事瞒住我？你有朋友受伤，我理解你很伤心。不过，冲动是没有用的。你 Slash 的性格，他一定不会醉驾。你那个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话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 朋友，我不是不信你。成年人有秘密很正常，不过，你有秘密的时候，不要说我有秘密有问题。每件事都是双向的，你查到什么，有没有告诉我？那我查到了什么，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还有，你每天在医院陪着别的男人，我有没有拦着你？有没有问过你？没有吧？ 那你质疑我的时候是以什么身份？你先冷静一下，回头再聊。不用了，我跟你无话可说。既然你选择站在那边，就不要怪我和曼姐。